墙壁的啦。墙壁是我们那边。对啊，所以那个地方因为它是个斜嘛，到时候那正面那个地方，我们那个地方显不一样了。再次就写到身体力行啊，啊，你就是自己亲身去体验啊，人家就会比较听你的。先好见到，他就可以看到。